程序员，我好像放了一个礼拜程序员，看得到。它就变平滑的，上个薄薄的油，这一面就好了，把它涂一涂，保护一下，这样子就不会那么容易生锈。这个锈就是会影响作动的顺畅，然后擦干净就可以。这部车呢，在室外淋雨淋了一个礼拜，都没有动过，就会产生这些锈斑。这样就可以组装过去。好，我们讲到那个离合器片的厚度该什么时候应该换？哦，这个是原厂的新品，它的厚度大概是 3.6 左右。好，哦，这是新品的厚度。那这个我们也拿举例，这个是客人已经消费者已经骑到大概12000多公里，他换下来是大概 3.36。然后这个也有将近骑了将近10000的，哦，这是 3.45。所以我们都会有损耗，那我们原厂的建议值就是在 3.2 到 3.0， 3.0 是最低的安全值，那建议 3.2 左右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更换，那它的效率就会更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没有，上面齁跟下面的差异，下面就是使用过了，那上面就是新品。那最大差异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，就是这个阶梯状的部分。那这个敲击为什么会呈现这个阶梯状？阶梯状就是在我们，哦，用我们的离合器片哦，跟完工都是有一个间隙。那你看我们现在敲击到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，它这个底部就会接触到。哦，那正常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嘛？正常新品的话，正常新品的时候，它没有底部接触，它就是旁边接触而已。你看到四周围都是空隙的，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哦，那敲击久了之后就会变成这样，敲击久了之后就会呈现这个阶梯状，它就有一个底面有 touch 到，这一片也是，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。那这个的部分呢，它就会造成所谓热膨胀的时候，它的整个离合器片会膨胀，然后跟完工接触，那接触之后膨胀系数它等于是跟完工撑住了，所以它会有切不开的状况。那这个就是在使用久了之后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。那这其实排除也很简单，就是把它离合器片拆下来，用锉刀砂纸把这边稍微把这个阶梯状磨平，哦，磨到跟新品的旁边的高度一样的时候，其实一切就可以正常继续使用。大概就是这个关键点。大家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，我跟大家说。